唔係以前嘅，而家都係所以睇完嗰段片之後，我都覺得即係身為 Archers 要以身作則，即係無論點都好，都唔應該可能打波嘅時候太衝動，太理氣質質，所以就希望做翻好嘅事，以後控制得好。咁我之前都有留意咗你成日打街場。哦，佢可能買咗個街場啊，咁個街場就係佢噶啦，係啊，個街場就變咗佢。即係租要問佢租，係啦，佢收場，隨時收場，咁就搞掂啦。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另外 ，Jeremy 俾人知道係咪抽區屋？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。新任啊，所以就希望轉個新嘅工作都。咁啱好彩啫，係啊，多謝大哥關心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你想一步快人達到，啱啊！